手柄那个视角的话一定要轻按。我之前刚开始玩的时候感觉那个啥晃得特别厉害。Down through here。下楼。怎么这么黑啊？好黑啊！237万火箭筒，手电筒，哎，好好好，这样的话就不黑了。我怎么感觉真的和恐怖游戏的感觉一样？有点玩逃生的感觉，黑洞洞的，有包子。哦，这个就是包子啊，就是所谓的病毒，不能被包子感染。感染的话，我们就死了，我们就变成包子，不是，就变成那个包子怪了，就是那个类似于丧尸的东西了。Place was clear last time. They're coming out of something. Stay alert. Whoa. Whoa. There's our culprit. Body's not that.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包子怪，人类就变成这样了，身上长了好多小蘑菇哎，好诡异啊！走吧。哇，这有好多好多，这种就是包子怪是吧？哎，这不会有其他包子怪出来吧？好，我们应该可以从这里穿。哎呦哎呦 ！You okay? Yeah. Damn ceiling's falling. 果然不走正路的地方真的是好那个啥呀。我怎么预感有事要发生？慢慢来。Watch it. 啊，是个人啊。My mask broke. 我的面具坏了。Don't leave me to turn. 不要让我突变。Please.What do you want to do? 对，就是，哦，他要变成丧尸了。哇，这个手柄好难控制。Poor bastard. 哇，我怎么预感这边要出包子怪了？有没有搜刮？能不能像辐射一样捡垃圾啊？不行。哇！现在只能从这离开了。走吧，走吧，我感觉这边好恶心啊！哎，现在需要往哪里走啊？好，这边，这边先看一下，饮水机，哎呦，里面好恶心啊！这边应该是这里，阿贝 ，you hear that？ What？ 摁 R 一键进行聆听。哇！接近感染者，抓住他们是吧？绞杀！哦，这所谓的暗杀。我去！按 R 一键聆听。我去，有两个在吃别人的尸体。攻击！我去！我去！他打我！妹子帮忙！哎呦我去 ！All right, that's all of them. 我去！ Let's hope so. 北斗神拳啊！ Let's head back into the city. 我大叔好拳法，原来丧尸可以用拳头秒掉的，好爽啊！先聆听一下，没有，等等，这二楼是不是可以上去呢？我觉得这种游戏应该是有些地方可以搜刮的。我看一下这二楼，上面有啥？哇哦！难道没一些可以搜刮的吗？
有个门，打开。哇哦，包子官应该已经死了，果然有一张信件，给兄弟的留言。按框键检视。不要了，等会儿再看吧。有没有其他可以？果然这个地方是可以搜刮的。有没有什么枪械武器弹药？我总感觉六发子弹感觉好少啊。走吧，不管他了，先从这儿离开。哇哦！好啊，总算出来了。先把悬灯关了。哇哦，新鲜空气啊！这个游戏大部分也是，即便遇到丧尸，也是通过潜入可以暗杀的，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细节。哎呀，我的装备啊，我现在没有绷带，会不会死啊？我刚被僵尸挠了好几下，不过感觉这个僵尸有点菜，打不过我。Through here， 拉开。好，还没到达吗？怎么还需要闯入各种区啊？把入口藏好。好，这里还行。一般包子怪都是在外面的，就在房间里面的。外面阳光下好像没有，所以不用担心。哇，还是白天的风景感觉还是不错的。Damn it, plank fell down。木板掉下去了。哎呦，我们下去呗。Be a dear, would you? I'll get it. 我来处理。这边需要从这下去吗？哇哦，大叔好身法，把这个木板帮他放上去是吧？来来来来来来，传给你。这是双人合作解谜嘛？应该是。你行不行啊 ？It's a bit heavy. I think I can handle it. 我去，好臂力啊，大妈。然后呢？我看一下，他把这个木板就搭过来，搭一座桥是吧？我们这边就可以通过搭着桥过去了。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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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走了，我应该上去和他说。快上来！今天还是真是爱命令人啊！好，上来。哎，我用手柄走这个独木桥。好，过来，好漂亮！下去应该不会摔死吧？但是会摔掉血，我觉得应该。哎，等等，那边有个东西可以拿，闪光的。咦，回血了吗？哎，这个还不错，巧克力棒可以回血。哎呦呦！先确保附近没有士兵。我们这因为在做走私，这边的话当然有一些士兵发现我们会干我们的，毕竟我们这里是地下活动是吧？现在这种废土生存的话，规则要求很严的。哎，过不来，哎，啊，需要蹲下是吧？来吧。哦，关上。这里不会又有怪吧？又来到室内，来有人。拿着那盒弹药，我去，我肯定会有用。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一些可以搜刮的东西呢？这里有一盒弹，我现在子弹的话有10发左右。作为打手枪明显不够用啊。Make sure the coast is clear。有身份卡。No soldiers, none of Robert's men。没有士兵，没有罗伯特人，好吗？这里是安全区二号，对吧？让我过去啊！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加有趣。Good to go， 走吧 ，Come on。身份 ID 已经确认。Hey Tex, you're pretty late. How you doing today? 哎呦 ，Not right now, Terrence. No, it's good. Look at the car.Now, you hear me? 感觉玩这个有点像辐射的感觉了，是不是？废土，然后各种人类穿得非常的烂。狗狗，有几只弯弯？
touch it, you buy it. 碰过就要买，那不碰不。Tess, it's been a while. You don't visit us anymore. 好多人类啊，都是夹缝中生存。漂亮，左勾拳，右勾拳，上。还有心思这样玩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Malik, sit back down. Oh, sorry, Tess. Didn't realize you two were together. Go ahead. 这些人都认识 Tess， 都认识这个妹子。我们也要去找那个拿走我们货物没给钱的那个人。别问了。哇，这个区好多人啊！什么声音？在磨刀。哎，这有个，哎，等等，东西可以拿。征兵通告，这里还有一个。哦，这个是一个什么 wanted 的悬赏海报，哎，不看就悬赏火焰皇后了。Whoa, hold on. 走吧，我要见你的老大，我要找 Robert， 你们的老大。Come through here. Half hour ago, he went back to the wharf. 他回去买货了。好，走。Look for the light， 看向光明。因为人类不单单是受政府管辖，有些人类还是有，就是自己做一下地下的作业，对吧？为了自己的生活更好嘛。Here we go。三个人。哇，干嘛？干嘛拿枪 ？You guys need to turn around and head back if you know what's good for you。识相就该掉头。Our beef isn't with you. We just want Robert.You don't want to do this. Turn the fuck around and leave now. 不让我们走，不让我们过去。I'm not going anywhere without Robert. Bitch, I will bash your skull unless you turn around and get your dumb ass out of here. 敢骂我 bitch? What? Take cover. 这就开枪啊！ You ready? 然后呢？ Ready. 蹲在屋后面，保证自己不会受伤。看好时机受攻击是吧？我靠！我有人打我，还好开了个辅助瞄准，还没死。死了吗 ？Nicely done, Texas。我就只剩三把弹药了，不是吧 ？Where the hell did he get all these guys? If Robert's good at one thing, 有没有掉子弹这一种？哎。哇、哦，八发子弹啊！漂亮，漂亮，漂亮！好，子弹上一下，十一发，对吗？没有子弹怎么玩？好，走了，还行。这边开了一个手柄瞄准的话，不要乱摇手柄，其实瞄起来还是可以的。Boost me up， 推我一把。好，我们推妹子一把。哎哎哎，哎，来吧。这个游戏尽量是近战，近战潜入暗杀。潜入打法是非常好用的，用枪射的话，其实它有点暴露目标，因为大部分的话一听到枪声，所有人都过来了。尽量使用近战来秒杀敌人，打枪的话，去玩神海吧。走，现在依旧是，可以看到 Robert 已经请了好多守卫来防着我们这边，可能是需要和人类打一仗了。走。嗯，又有守卫，更多 Robert 人来了。How do you know they're coming? Two of our guys died trying to take Tess out. 两个弟兄死了，为抓 Tess 而被杀了。We shouldn't have taken this job. Not our call. Let's spread out and make sure no one's creeping around in here. 利用潜行可让你不需要消耗弹药，也可以解决敌人。我去，哇，好刀法！我没有刀，难道我们要别挡我？我没有刀，难道我们要使用勒脖大法吗？绞杀，抓住敌人可以短时间带他们四处移动。好，这样，就这样的话避免暴露尸体。聆听模式，这里有好几个人。这边需要把这几个人干掉。
怎么把这个人干掉呢？ Let me guess. 是火影。得等那个人。Bang, bang, bang. They just executed all of them. Yeah, I hear it's like that all over the city. They're cracking down on them hard. 没看到吗？漂亮！好，暗杀刘大法。哎，钥匙。Good takedown. 有没有子弹？哎，有子弹。That's their 七发。啊、哦，爽爽爽，十八发子弹，漂亮。嘿嘿。虽然打手枪手柄很难打，但是暗杀的话还是不错的。这里有一个钥匙是吧？打开这个位置走，门打开。哇哦，使用钥匙开门。弹药数量不多时，考虑其他存货的方式啊。咦？瓶子？聆听模式看一下，有三个人。Fuck if I know.We'll check in with the others and come up with some. 等一下，看怎么去干这几个人。小风叫你潜入暗杀，爽，就喜欢这种风格的。没子弹是吧？然后聆听一下。还有没有人？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小样，去死吧！哈哈哈小样，然后上面有俩人，这两人该怎么搞啊？等会儿下来了，这两人的话。他为什么会拿着一个枪过来啊？好，发现尸体了吗？ Oh shit! Oh shit! 人呢？好，哎，小峰叫你打手枪。还有谁？没人了吗？没人了，干光了。哎呦呦呦！耶！哎 ，nice， 子弹拿下啊、哦！子弹手枪最多十八发是吧？拿满。现在还有个人，我们应该多带一波人过来。哎呦，这个好难，好难拿。行，这边就把所有人干掉了。码头在这边，我们上吧。我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搜刮的。果然，一把刀，弹簧刀。摁下这个键可以迅速杀死敌人，但是弹簧刀是会消耗的，是吧？不假，我这边的话，哇，好多东西可以拿。我看亮光了，已满。哇、哦，这个绷带拿一下，我现在绷带非常的缺，我就没有绷带。如果受伤的话，真的是没办法回血的。这里再看一下，里面杂碎里面没什么东西，行，干掉了。
然后这里现在的话就可以和妹子去见 robot 了。这几个敌人感觉还行，毕竟初期是让我们用来练手的，是吧？走了。干掉之后呢，妹子呢？子弹，手枪子弹最多18发，我现在子弹是比较多的。好，这里走，摁住，直奔 robot 营地是吧？干 robot， 去把他，去质问一下他，我们的货物到底在哪里？既然敢抢我们的货物，不想混了。哇，这么多人！ There's our boy。哦，这是 robot 是吧？ That cocky son。该死的混球！这边我们需要。我去，哎，这人有点多啊。Contacts in the south。I don't know who's left out there to sell us stuff。首先这里有两个背对着我们的人，我看一下。还有人拿棍子。我又是弹簧刀。摁错了。瞎子，看不到。好一个！砖头，我先聆听一下。没人。给一半让他拍死吗？哎，还有棍子，这棍子也能拿，两个。这个潜入方面还行是吧？哎呦，砖头，哦，拿着棍子就不能，拿棍子就不能拿砖头了是吧？等一下，这边有人，他面朝我们的。逗逼，好，三哥 ，nice。哦，地上有好多酒瓶和那个。那是潜入神人在此。这边有个正对着。主要是手柄有时候视角不太好切。但是潜入的方式还是知道的。死，不耗一枪一弹。我靠，完了，被发现了。应该死了，我还有棍子呢，我怕谁？是吧？实在不行，近战流，木棒撸死你，木棒教你做人。有没有子弹什么的？板砖倒是有一个，已经满啊、哦！我现在，他物品栏近战好像除过板砖就只能用木头了，是吧？都死光了。满地都是板砖，行，这边使用两枪干死几个还行，平的。这边可以看，按上下左右哦，可以有一个板砖，有一个那个什么医疗包，还有一个手枪。好，我们就先打手枪吧，手枪子弹还是比较多的。可惜他没掉子弹，走了。哎，医疗包，那两个。Let's go。没子弹吗？好，走了，去找 robot 是吧？东西，上！哎，不要乱射！我们要谈一下，拿走我们的货物还不让我跟你谈一下吗？
放下武器。Fuck yourself！ 打光了。He's running。他在跑，追他是吧 ？Robert。Joel， this way。等会儿。没东西拿。不是，追人同时。Come on, you ran in here。别挡我！哎呦我去！跑，看见我了，跑追。We almost got him。好。好。哎。Joel, this way。哎，你追啊！非让我上，好。不知道这个手柄难操纵啊，真是的。Well, hello, Robert. 嘿嘿。Yes, Joel. 还回我们的货物。No hard feelings, right? 没有生气，对吧 ？None at all. 一点也没有。跑！ God damn it! 钢管在揉。Look, whatever it is you heard, it ain't true, okay? I just want to say the guns. You want to tell us where the guns are? 啊，他们的货物是一把，是一种枪。Robert 把枪拿走了。但是货呢 ？Look, all right, just hear me out. 乔尔大叔长这样啊 ！Fuck!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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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只动手不动口。Quit your squirming. 大叔好懵。You were saying? 鼻子都歪了。I sold them. 卖掉了。Excuse me. I didn't have much of a choice. I owed someone. You owed us. 欠了人情。I say you bet on the wrong horse.I just need more time. Just give me a week. You know, I might have. 既然敢把我们的货物卖掉，不想混了你啊 ！Who has our guns? 谁拿走我们的枪 ？I can't. Just give me a couple. Ah! Who has our guns? It's the fireflies. 火影 I owe the fireflies.哦，真是火影拿去的。Look, they're basically all dead. We can just go in there, finish them off. We get the guns. What do you say? Come on, yeah, fuck those fireflies. Let's go get them. 既然把我们的货卖给火影，卖给恐怖主，就是了。That is a stupid idea. 哇 ！Well, now what?We go get our merchandise back. How? I don't know. We explain it to them. Look, let's go find a firefly. 只能去寻找火影啊！哎呀，这不是那个火影皇后吗？对，火影皇后。Queen Firefly. Why are you here? Boss 啊。Business. You're looking so hot. Where's Robert? 哇，这边果然在末世当中，人的生命真的是很那个什么啊 ！I needed him alive. The guns he gave you, they weren't his to sell. 他卖的不是他的枪。对啊。Doesn't work like that, Tess. The hell it doesn't. I paid for those guns. You want them back? You're gonna have to earn them. How many cards are we talking about? I don't give a damn about ration cards.嘿，补给卡这个卡是通过卡来获取一些食物资源，相当于钱啊。You do that, I'll give you your guns back, then some. 火影皇后说是让帮忙去运输一批货物，然后还给我们的枪。Well, I hear the military's been wiping you guys out. Right about that. I'll show you the weapons. I gotta move. What's it gonna be?I want to see those guns. 好，只能跟他走了。现在那个军队正在搜索，我们现在只能跟着火影皇后来走了。We gotta get out of here now.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他们锁上门了。You want to steal? We gotta move. 也是军队正在搜索他。我们现在是一正一摆，这边的话需要和火影皇后配合，来拿回我们的货物，就是我们的枪。哎，哇！好厉害啊！各种密的啊 ，Lady First 是吧？你先去，大妈我优先上啊！我知道你爬的比较快一些。哇哦，这样就逃出来了是吧？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还行 ，Nice！ 哇，
Is that your people? What's left of them. Why do you think I'm turning to you guys? This way. 往这边走。好吧，那后续的话，这边就需要护送火云皇后来那个，找回我们的枪支吧。然后皇后，火云皇后就是他的 boss， 说是让我们配合他，帮他去运一件货物，然后他会还回我们的枪，并且会给到我们更多的配备。那后面再说吧。行，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可以呢。这一座确实做的非常的不错啊，不愧为年度大作是吧？当年呢，在2013年当中是被评为最好玩的一款游戏。行，那后续的话我这里就开坑了，后续的话应该每天都会大家玩一玩。喜欢的同学呢，欢迎关注一下小峰啊。那行，那我们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这款非常有意思的《美国末日：最后的生还者》呢，就在这里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